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化简哈这两个式子。好，我们看呢，根号八多少？根号八哈是那个二的平方，啊乘以二，所以这是等于二根号二。好，啊所以呢就可以合并哈，三减二，三减二是一啊。那再来啊，这个是多少？减掉这个多少？九乘以二根号二，就是八根号二。再互互的正，加这个十根号二，所以这个多少？这两个相加，互是八加十是互八，所以是一减掉八根号二。好。看第二题，第二题这个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四乘以三，就二的平方乘以三，所以这是二根号三。这个是根号哈，二的平方四乘以，所以这是二根号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我们根号三的跟根号三的合并，是三倍的根号三。减掉两倍的根号三，是等于根号三，互根号五，然后互互得正，或者互五加二是互三，互三根号二，所以第二题是根号三减掉根号五了，不是二，这五根号五嘛，互五根号五加上二根号五，所以是互三的根号五。